确诊者足迹进入台东，该确诊者到过了足迹住宿饭店以及用餐餐厅，16号夜间已经进行内部清洁消毒，而17号也停业一天，周边的环境同步进行清消作业，配合防疫加强清消，而临近的饭店正气路观光夜市17号也停业一天。本土疫情烧向台东，16号确诊者足迹进入台东，而该确诊者到过的足迹住宿饭店以及用餐餐厅，16号夜间也已经进行内部清洁消毒，17号停业一天，而周边的环境同步进行清消作业。而因为该酒店位于台东市正气北路观光夜市上，因此台东县府今天中午紧急发出通知，配合防疫相关清消，正气路观光夜市今天停业一天，请民众不用太过担心。记者陈彦如台东市报道。